那你就聊一下。我不能聊，我不能聊，一聊就来了，很容易啊，很容易，一聊就来了，不要聊，不要聊，好，我们不要聊，我们不要聊，不要聊，不要聊，我们讲个别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有遇到神明？神明，当你不对劲，旁边的朋友你会告诉他吗？我有时候会问，然后如果碰到比较知道这方面的人，他们就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哦，这样，他的脸会变。脸会变，对，我脸会变。他突然间在那，好特别。卡到音碰到鬼的人，你为什么敢去拍这种戏？不怕？我就说，因为那个，我觉得母子之间的情感还蛮感动我。你上次碰到鬼是什么时候？不要讲了，不要讲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体质比较敏感。对，是这样子。你觉得我们现在现场有没有？瞎了，瞎了，瞎了。好了好了，他不是好了呀。好凶哦！其实我怕你的怕鬼，是猪八戒。不是，我怕你们到时候坐着坐立难安，我们就聊一下。不会，我充满正气。不会怕是，那你就聊一下。我不能聊，我不能聊，一聊就来了，很容易啊，很容易，一聊就来了，不要聊，不要聊，好，我们不要聊，我们不要聊，不要聊，不要聊，我们讲个别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有遇到神明？神明啊！神明，神明。这是庙会。就万芳是你从小体质就比较敏感吗？还是从有某个转折点？从小就比较容易感应到一些怪怪的，另外一个空间的状况。嗯，是。那第一次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？已经很大很大了，大概二十几岁吧。大部分就只是我有感觉，然后我的人会不对劲，我知道这样子，就是这样。当你不对劲，旁边的朋友你会告诉他吗？我有时候会问，然后如果碰到比较知道这方面的人，他们就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哦，这样。他的脸会变。脸会变，对，我脸会变。他突然间在那，大家不敢来看演唱会了。好了，大家不敢来听演唱会。哎，这次演唱会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粉丝就说他暂时不想看到万芳，不敢了。对啊，他不敢来听我唱《新不了情》。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。好，那个你们都觉得是晨晨。嗯，我有没有另外的？他认为是万芳啊。他刚刚说为那个演那个演鬼蜘蛛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鬼师，而且都就是画得很恐怖，是妆。对，而且你说他刚刚说那个蜘蛛人爬行的那个，哦，那个好可怕。女孩子来做怎么爬？我还为了自己去上那个攀岩。上攀岩，练攀岩，我去学攀岩。怎么爬？然后练那个肌耐力。在地上啊？对，你爬爬看啊，然后我告诉你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两个爬，我们一起爬。那你指挥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们假装膝盖不能着地，膝盖不能着地。对，其实膝盖不能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往前爬，然后往前爬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有什么难的？没什么难的。然后拍出来就爬，变成我们是在墙壁上爬，事实上你们在地上爬。哦，墙壁上没有啊，墙壁上的都剪掉了。他一直在地上爬。墙壁上的都剪掉了。但是你们没有在墙壁上爬，但是都是前面的氛围，然后化鬼妆，连那个化妆师化到他都会怕。然后因为我本身的那个青筋就比较露，青筋爆发。对，所以现在为什么不要美？为什么没有？所以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，跟那个肢体哦，有一种那个，而且你比较瘦，比较骨感，看起来会更。你知道？对，更有那个说服力，对不对？那你那时候的妆是正常妆吗？还是有？当然不是正常妆啊！他不说化妆师化了会化了自己都怕，对，连化妆师自己都怕，不敢看。对啊，化妆师化完就觉得自己就觉得我好恐怖。我说拜托，这头发是你弄的，妆是你化的，你看着我说你觉得好恐怖，气死我。那外方这个体质比较敏感，那你们三个在。表演舞台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一方面的状况？我只是不管录影或干嘛，我一定会头痛。所以人家有的人觉得我很高傲，都好像下了班都不理人，其实是我头痛痛到爆，我得要立即离开那个封闭的空间，然后有时候会痛到会想吐。幽闭，把门打开，快点。幽闭空间恐惧症啊。
不是不是，是我的体质也会感受的。他应该是幽闭空间不舒服症。那你现在还好吧？现在很好啊，这里人气还蛮旺的。像我们的摄影棚比较好，你看我们这一个走道就进来。对，那其实，在其他电视台那个都是进去再进去，还要坐电梯什么的，然后还有霉味，有没有？很里面这样。而且现在有很多的 talking 棚，其实都不高啊，主要是不高，大概5-6米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看以前的老三台那些棚，哇，起码都有3-4楼高嘛。对，所以他很多人都说，其实像我们这些游戏拍戏的空间，嗯。做综艺的都会有人在看呐、啊，嗯，都会有那个世纪人在灯架上面看呐、啊，他就也在看表演呐、啊，他也很开心呐、啊嗯。其实，陈真，那你有演过这个鬼吗？台湾灵异事件，哦，你演过？因为第一集啊，第一集是我演的，嗯，那就蛮可怕的，搞那个气氛这样子，一直在烧烟呐，然后灯打的这样子。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我在拍鬼师的时候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你是突然醒过来的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那很恐怖，可是有一幕真的其实很好笑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是鬼嘛，所以我其实就必须要有一些青光打在我的脸上。然后呢，有一幕是我要从一个房子里头走出来，然后下阶梯。那个打光的人并没有办法跟着我这么快速的走。所以，我其实是手拿着灯光，自己打光，自己拿光，是，自己拿着青光，然后就安装鬼样子，很好笑吧？就不会害怕了，对不对？观众还是会怕啦，对，真的很好笑。你看现场的画面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真的很。一个很恐怖的脸，然后但是拿两个灯，对对对，自己拿两个灯。可是像我们聊到这里了，譬如说我们常常出外景，嗯，那陈真你外景出的最多，我出蛮多的哦，对不对？然后都要住到外地的饭店，嗯，那你会担心遇到这种东西吗？肯定担心啊，尤其住的饭店又良莠不齐，有时候可能住在市中心，有时候可能住在郊区，有时候山上海边都有可能啊。嗯，我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基本上很多人都讲哦。有感觉过一次，感觉过一次，在马来西亚，哎呦喂，那个气氛太诡异了，恐怖，诡异到就什么叫诡异，就是诡异，你一进去觉得说，这边的空气怎么不会动，啊，空调也开了，你一进会觉得闷嘛，没人住，那插上通电以后呢，把空调打开来，总要有点风声吧，对，听得到风声，没有风的感觉，哎呦，你知道那感觉，风到哪里去了，风不到去哪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呢，洗澡的水龙头啊，会掉下来。哎呀，这个比较好笑。是，这不是好笑，是洗完澡它掉下来。你说我开的水，因为水柱的力量冲，把你冲出来就算了。是，我都洗好了，关掉水以后，穿衣服的时候整个哐砰，然后重要必须要重洗，因为汗又出来了，一身。然后晚上睡觉呢，到处都是声音。类似这种的，有这么一点，有这一点声音，然后呢，一直听到有人走动，哎对，然后耳朵边一直听到有人讲话，哎呀，那有人说什么进了饭店以后呢，先看他有没有放圣经，比方说这边附近不干净，嗯，可是打开十本，有什么十本，20几，床底下，有没有放圣经，就说这边曾经不干净过，嗯，大概是这一类。我们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吗？这有点长了。